第三个问题，模糊查找，求解意大利所有城市为 yes 的综合分数。首先第一个它是模糊查找，第二它的选择城市是意大利的城市，第三它的冠军联赛是 yes 的情况下它的综合分数。我们直接写公式 sum of ifs， 选择 D 列球和区域，然后我们再选择 C 列冠军联赛，是否是 yes， 因为我们这里需要它是 yes， 我们打上 yes，然后逗号，然后我们再选择城市，城市这里要注意了，我们在写上意大利的时候一定要加上星号，这是模糊查找的标志，然后我们再写上括号，然后回车，回车以后我们得到是38，然后下一步我们用引用方法写一下这个公式 sum if， 然后括号，然后我们选择 D 列综合分数，然后我们再选择 C 列冠军联赛，然后我们再选择 yes F14， 然后我们再选择 B 列是城市，然后我们在这里注意了，我们要选 F15 再加上连字符 连字符再要加上星号，模糊查找的意思，然后写上括号，然后我们回车，两个算法是一模一样的结果。好了，今天就到这儿，谢谢大家。